我们看这一题，这一题他说哈，这个三角形 ABC 啊，它里面有三条线哈 ，AD、BE 跟 FC 哈，交以同一点。那第一个他要你证明说哈，这个三角形的面积比上这个三角形面积哈是等于 AE 比上 BC 的。那第二个要你证明说，这个比这个乘以这个比这个乘以这个比这个会等于一。 那这个第二个哈，我们叫做塞网定理。好，我们现在呢先看第一个。第一个的话哈，我们看哈这两个三角形的面积的比，哦，三角形 ABE 啊，以上呢三角形这个CBE 这个等于多少？因为这两个三角形的话哈，有同样的高的。 所以呢，它面积的比是等于 D 的比嘛，底是 AE， 好，它是 EC， 所以是 AE 啊，以上呢这个 EC 啊，同样道理啊，这两个三角形的面积比啊也是 AE 比 EC， 哦，这三角形 A 这个 P 啊，APE 啊，以上呢这个三角形啊。 CPE， 这个也是等于多少呢？也是等于哈 AE 啊 ，AE 呢比上呢 EC 啊。好，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呢，给乘过去嘛，乘过去，那一减，我就说三角形 ABE 哈，等于多少呢？等于 AE。 比上 EC 啊，它乘以多少呢？三角形 CBE， 它这个呢，这个是三角形哈，这个 CBE 啊，三角形 APE 啊，等于 AE 比上 EC 啊，它乘以多少呢？ 三角形 CPE 啊，那我给它剪下来，一剪下来的话啊，三角形 ABE 这个三角形剪掉这个三角形就是这个三角形，三角形 ABP 啊，这个就等于多少呢 ？AE 以上的 EC 啊，它乘以多少 ？CBE 就这个三角形啊。 啊，扣掉这个三角形，啊，这个三角形扣掉这个三角形，啊，这个三角形啊，扣掉这个三角形，就是等于这个三角形，三角形，这个是BCP 啊 ，BCP， 好，所以我就晓得哈，这把它除过去，所以三角形 ABP 啊 ，ABP。 以上三角形 BCP 就等于多少呢 ？AE 以上 AC， 这样就得证了。我第一个式子就得证了。好，第一个式子得证以后哈，我们再用什么呢？再用第一个式子哈来证明呢这个式子。怎么证明哈？这个我就把它擦掉了。好，第二个式子成立以后的话哈。 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第二个的话哈，就是这个比这个哈是等于这个面积啊，就是 A F 哈以上呢 B F， 好，就这个比这个哈就等于这个面积嘛，比上这个面积，好，刚证过的，好，就 A C P 哈，啊比上多少呢？三角形。 PVC 好了 ，VC 嘛，啊，这个比这个的话哈，这个 VD 哈，比上呢 DC 啊，这个等于多少？这等于那个 PAB， 啊比上 PCA， 三角形 PAB 啊，以上三角形 PAC 啊，然后呢，然后这个比这个。 三角形，
EC 哈、哦，以上这个 EA 就等于三角形 PBC 啊，以上三角形 PAB 啊，然后三个把它全部乘起来，则 AF 以上 BF 它乘以多少 ？BD 它比上啊 ，BC 它乘以多少呢 ？EC 比上 EA 这个等于多少呢？这个是等于这等于啊、哦、这一个乘以呢，这个再乘以这个，那 ACP 哈、哦、跟那个 PAC 哈、哦、这两个就约掉了，啊 PAB 跟 PAB 这两个就约掉了，然后 PVC 跟 PVC 这个就约掉了，所以一乘起来的话，就等于 P 啊，好，那现在就得这。